大勋，这有必要试吗？你看大勋，哦，是这样啊。这为啥我要穿这么多东西啊？我直接跳不就完了？就直接跳下去不就行了？我这样穿这么多东西，对我来说负担太大了。哎呀，这个事儿告诉我们，以后的早课还是要尽力的好好完成。来，准备完毕，升降起、哦，开始了，哦，开始了。哇，它一直在往上掉。哇，已经断了。大勋，大勋，别害怕，板一会儿就动了，别怕，别怕。吓我一跳，在那儿很紧张。哎哎，别动啊，别动，别动，这失败了呀！老师来了，这是我们认真编好的绳。哇，这哦，这个绳没事。哇塞，这也是编的吗？这就拿那纸编的吗？不可能！哦、是是，这就是人家早上编的呀。是是，不是等我下来你们再看，我怕你们给它弄坏了。哎，沾点水，沾点水。真的双 Q 了，这有希望，这个有希望，这个有。哇，这个真挺吓人、啊。来，升降准备完毕，起，起，哎呀，这个可以。哎，这个可以。啊！大勋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大勋，别动，别让他。才四秒，不是，我感觉过了吗？是要坚持多久？一分钟。哦，悬空一分钟。哇，这好吓人啊！大勋现在才15秒。不是他那个绳儿，我刚才听滋啦滋啦两下。大勋，别动，别动，大勋，别动。对，别动，别动。别晃，你别晃，他没晃，他能控制吗？你别晃，很快就过去了。大勋，你脸不在镜头那边了，转过来。啊、他话都不敢说了，话都不敢说，就不要说话，不要说话。哎，狗爸，其实我觉得是很安全 ，OK 的，完全纹丝不动，但是巨害怕，掉在那儿肯定肯定是掉这儿了。对，大勋，最后10秒了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。5 4 3 2 1，啊，板回来，可以了，一分钟，成功了，回板回，啊，回板回，快，哎，下去了，成功了，太吓人了，而且这个指纹丝没动，还是那样。这纸一直在嘎，你看我一直听嘎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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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直是嘎吱嘎。流汗了，吓得根本不敢动，不敢说话。你们上来就知道了，而且这下面还贼热，这热气还往上冒。跟你说什么叫下油锅，感受一下。他们编的还是好啊，这绳子它就是编的很扎实。厕所擦手纸。一根筷子一折断，十根筷子抱成团，在总部的反复实验中，只要认真编绳，八股绳子的力量足足能让人悬空5分钟。我们的编太次了，编太次了，我们那就是一团卫生纸，是，对，就是表面上看着像绳的卫生纸，对的，我们那是表面看着像卫生纸的一团卫生纸。